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绝版赏析。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的《四郎探母》唱片。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著名京剧演员李丹林先生。您好，李先生。您好，您好。我们都知道您是程先生的亲传弟子。是的。在他晚年的一些戏中呢，你也担任过一些角色，也可以说是舞台的合作者了。对。您在他晚年的剧团中呢，也为他打理一些日常的工作，一些事务。我们想请您在这儿呢，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您当年是怎样跟程先生学戏的？在我感觉程那个自己老师啊是这样的，三几年吧，他从国外回来，国外回来呢，等我看他一出是《武家坡》。我想怎么还有这么好的演员呢，我就追随他，追随他一直没到眼前呢，跟学，然后通过朋友什么的有人介绍，我这给正式磕头，在红棉酒家拜师学艺。从那开始就关心我，学了一年多这个传统戏，二进宫，什么四郎探母，就这些戏。但后来呢，一直的学了这一吊了一年的嗓子，学了一年的这戏，等49年开始爷俩要合作演戏，那样子的，拜了以后呢，演戏连学习再改造自己这个过去的学的粗糙的地方吧，是这样的。跟陈先生同台演出，同台演出，嗯，从那开始，嗯，同台演出呢，就演一般的是。像什么传统戏王宝钏的代旦呐、什么演着我给他们配的。那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四郎探母的唱片，您是不是能结合我们这张唱片呢，来给我们谈一谈当时灌制唱片的一些情况？灌片的情况就是36年吧，那几年灌的。程先由国外回来，这也很自己很兴奋的，在外头得了不少东西，他打算灌这不是，公司也知道他回来了，就全高兴。他又换了新拉胡琴的周先生了，白正金打鼓，唱的流利好听，这样的。那我们一提到程派啊，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比较关注程派的一些私房戏，私房的一些新编戏。那么在那个时期，程先生录了不少传统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他那传统戏啊也很有名望的，什么戏都由这传统戏打基础的。你先把这个基础砸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创新。对，对，就这样。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谈谈程先生这出戏的一些特点？做工的特点。对，四郎探母。做工特点，他那种端庄大方，很优雅的声音好听。扮演好，扮演好的原因呢是怎么情况？他历来就扮戏，第一人一个扮相。他根本就是其人，有点那种豪爽的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呢？他又是武的。那李先生，那个程先生他这出戏的唱腔处理上有一些什么特点？你像他唱的前头吧，夫妻门，他唱那个，他那个摆的好，那字摆的好。不急不慢的哈，处理的稳稳的，好像跟其他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四郎探母做工有点不一样的。哎，就是，就在这地方处理的四声处理的好。四声处理的好，像头一句吧，您听这个猜一猜，猜就是高的，是吧？猜一猜，这就没多大问题了。驸马爷，驸是个那个去声字。马是个上声字，爷第二声字，他把这就是您听那声音哈，这是这个处理这个什么，他说猜驸马爷。有暖机关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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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人家有不同的地方，哎，那您刚才也说到哈，扮相咱们说到了，还说他有一些做派也跟其他的一些四郎探母处理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嗯，在唱他也是什么处理，在唱慢板的时候吧，他就是那个摆腿呀、啊，大的这来这鸭嘴儿，他唱着这不是那不是，是何意见？到底什么怎么回事呢？他有什么那事情呢？就是自无意中的就揉这个膝盖，嗯，揉揉揉揉到的，哎，滑下去了。以什么呢？他提醒他了，跟四郎说：“咱们外头走走吧。”他也就走了，俩人不说话。嗯，他就到看看四郎背后要什么动作。四郎这么一拱手，想他妈一哭，这公主就知道哦，你是思想你母亲想家了。嗯，这才过来，这就帮助他到令，到令那里下去，这个几步脚步啊，跟别人也不同。别人且得扭啊，或者怎么样？这点他不是。你好，吃官，他就告诉他，他就扭身就走了，啊、紧走到令去了。嗯，别的不是，他家出官，他且扭，抬令他去，他就没完。老生就在那站着，老生这也有，这给老生也好大的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吃官他走，老生一看他。他爱人给他道令去，道见去了。这么一起身，拿着这个在音乐里头回来，撂下这个唱，这才叫小翻，这是很急促的，非常紧凑，哎，紧凑的，而且特别符合剧情的发展。嗯，李先生，您刚才说到程先生他的这个戏的当中扮相跟其他的有些不同，嗯，哪些不同呢？都是戴的旗头，会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是有不同的。嗯，一个演员，名演员。不是随随便便就扮人戏的，他打眼窝第一，他不全打，要有精神，嗯，扮演那什么东，他的技师啊也是很多年的给他扮，打嘴唇吧，他不是打一大红嘴唇就得，他把底线这条线呢让出来，他很有点薄嘴片的样子，唱出来，神有神，眉目扎得好。嗯，那头上的花啊什么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花呢不像现在这样啊，不像现在这样。他那花啊，正面花，嗯，要泼一点，把旗头的黑的，嗯，黑德那阵叫德国段，现在不知这叫什么了。他这个段子啊，让出一寸小一寸黑边来，这还一个大耳娃子，这是他多的地方，旗人的簪子的问题，嗯，这就带在这儿也不一样。配针也是巧，一边一个配针，这地方戴上泼着盖这脑门一半就给盖上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戴个小花，这戴的小花，这边戴银的或者点翠的，这边戴一只草花就得了，非常清爽，哎，清爽，嗯，很什么的，嗯，都不是那个扮成像花婆子那样的，嗯。他在后边呢，等着就叫谁，这个四郎要走，他舍不得叫他的时候呢。也就是说你别走，那个驸马叫他，你有什么话快说吧。嗯，吃饭见了婆婆，他唱这段豆瓣，这是他添的，也是他加出来的，加出来的，嗯，这就是说表姐这个公主啊很深切一善良人，嗯，丈夫要走了问婆婆好问什么的，他研究的很深。是怎么唱的呢？是几句啊？这里加就有八句吧，有八句。他的开始就是翻榜女心好参尊一身驸马，听我言，此番见了婆婆面，你我带上几句言，就这样唱啊。你看李先生，您给我们也具体分析了他的唱，嗯，啊，一些还有他的扮相，嗯，一些做派，嗯，跟其他的四郎探母那些都有所不同啊，嗯。您能不能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程先生这出戏的总体的风格？观这片子的时候，嗓音洪亮，
这个戏是程先生拿手戏，和人唱得很好，很有一种态度，很端庄。他有因为这戏里有武的，有武的文的这两方面，又搭上他那念跟别人有些不同，所以就是这出戏啊是很好。